谁回来了？来，二宝，你给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冷不冷？老冷了。这头上都没有雪呢，行了，外头啊。下脚了。你妈打伞没？没有。打伞。干嘛的？还凉融融啊，帮他摸摸。哎呀。昨天回县城了啊、嗯，我们这边下雪了，昨天下雪，今天下雪，正好赶上这个下雪天，回来待两天，完事儿还有。我媳妇儿说家里没有大米了，嗯，又烧回点大米，拿回点青菜，生活用品乱七八糟的都是做饭用的东西，菜了大米划了家里点。小二宝还知道干活了，为啥知道帮他妈捡剪影？这个剪影是我姥爷在山上厂的，别人家不要剪，我姥爷拿回来点，然后留点给俺家吃。嗯，看看，哎，这里面是那个桂皮。有点吓人，你别去剪影，这个就是剪影。大青虫子变的，剪了一小盘，够吃了，这就够吃了。这个是青虫子，还没变完呢。嗯。哦，这些是已经变完了，这个还冻着。一会儿那个煮了啊，水煮剪影。行了，够吃了，二宝别剪了。看看这是。拿过来，过来。水都泡。南瓜，南瓜炖土豆。搁的葱花，嗯，生姜，还有大料，少放点食盐。行，要盖上锅盖就开煮。这水煮煎肉特别有营养。这个是那啥一顿的，这是豆角、苞米、南瓜、土豆、大炖菜。这是你搁这勺子放里干啥呀？拿出来。俩菜，等着吃饭啊！我大宝得是6:40才能到家，现在才4:30，媳妇又唠点下水呢。开饭了啊！嗯，半个月没回来，整我媳妇给整两个小菜儿，小毛菜儿。你看，剪影，大炖菜，花生米儿，小咸菜，炸鸡柳，鸡柳整的不错。大姑娘尝这饼，是啥呀？那饼好吃。啥馅的？饺子馅。你这怎么没煎糊呢？煎影，水煮煎影。这是大个的，这是。这一个来钱的。把山上长得纯绿色的。吃树叶。皮厚，皮硬吃不了。这是属于现在老看爷们视频就都知道，这是属于现在我们这边家常菜，冬天就基本上总吃这个。我们这边，但这个菜也不便宜，我们这边一斤卖30多块钱。我扒的，自己压着看看，二宝可能吃。菜里搁南瓜好吃吗？我爱吃。你爱吃吗，二宝？你爱吃啊？放的不？我不想，我就吃不了几口。那天你奶往这里熬豆角，完你放南瓜，你要急眼了。放这玩意儿一点不好吃。我奶惯着你，爱吃不吃不吃，你下桌。不做饭还净事儿，吃就不假呗，那味儿。那味儿他不爱闻，我也不爱闻那种味儿，说实话。挺好的。有啥味儿啊？他全啥面泡子，没什么味儿这玩意儿。不过没有味儿，没有味儿。来了，大宝，你上个镜头吧。吃饭了啊，来。